你看起来比较瘦，我看起来比较肥，可是我比你轻。我57，你耶？我高涨。很 gay 啊！真的？真的啦！你不是说你破六？那从60出我就开始减了啊。我现在吧。好啊。不要！听，等下听。参加命年。等下听起来是60出啊。来啊！摆对呀。哎呀，来！大家过来啊！啊，我懂。午餐嘞，刚才都没过了。过去那个。也未啊，那个是倒还了。行，改还了啦，我记得。啊，你也遐。下来啦，我下来啦。唔可能讲第二，你摕上个头啊，因咧开车，无我就停车。你会下来吗？不会。不会吧？不会。他好了啦，我觉得他怎么样？不会。你都假的，他都骗人的。他都是忙完那一刻，你就马上。他忙完的时候，我们大家都散，假装没看到他。他就开始。所以在娘娘就很轻松了哦。妈妈来呢。妈咪，别怕。妈妈来呢。哇，把酒喝完，进来呀！真的是。我有在练。这款呢？我不知道这里看得到哎。你的场，今天是你的场。你当作是搁伫遐笑，笑到。我咧甲你笑。你今天最帅呢。嗯。等下，上课。你当作是搁笑到坏到。主要是爱较紧的，啊，时间要袂有啊。你太多干无笑安尼。看转去。行。来啊，各位！哎，星云太子宫，我们的时间有点 delay 很多了。后边看见，看有迄条，哎，啊，头前就行后边，我哪会个唔知？哇，好凉好凉啊！凉快多了。好，走路安全了。嗯，走路哪样呢？叫我妈不要唱歌，是不是？没有问题。他在南昆山上就唱不出来了。他等一下在南昆山上就不会唱歌了，相信我。虽然今年没这种，但感觉好像人比较多哎。哇，新年人够多哎。
那个小帅哥啊，草莓小帅哥啊。哇，了秀啊，真正好啊，跳中岛啊，跳中岛啊。还好还好，我觉得今年就是大家热闹都比较晚一点，其实人都没有到特别多耶。好的，他今年功课做很足啊，所以他回来他也没再担心了。啊，之前啊做无脚，回来用没有无，用不要命的，就无法度遐欢喜啊。好，风来啊，风来啊。啊，哦，伫遮睏水摆较少哦。伫遮睏水摆较少哦。没错没错，哎，有差的，哎，回来的工作有做无做无，哎，有分大细汉的。今年啦，做较少有无，工作做较侪，做较好，回来用娱乐，较免烦恼回来。天空都像画的一样强。啊，进来粉丝朋友帮我们公开分享一下。太子宫，想要抓兵啊，超热。会搞鬼掉，我们要等一下进去广播才知道哦。目前还不晓得，不过我们是预计中午要到那个南昆山了。啊，讲目前故事无啥会有啊。目前故事无啥会有。哦，这下有淡寡风啊，无真正太热。好，阮今年第一年，开工完第一年，所以没有出家。第三年才会。眼睛打不开了。今年送哦，对不对？等下用娱乐的，一定是送的。开箱对不对？开好了，那要处理啊。我怕坏掉，开好了。啊，小姑无出庭啊，那也袂向开啊。你够机会，你够机会，别烦恼。哎，登记章刚有跳。
顶一层够跳，有看无吼？啊？顶一层够跳？有吗？有哦。我咧用念的时阵，你咧跳。啊，待我徛外口就好啊，我唔爱入去。对啊，有时候人员上哦比较多，大概九千啊，干嘛的？上个厕所什么都延误，都会延误到啊。可以啦，还可以啦。今天我觉得还没有去年的哦，鼓你看过。这紧张的哦。不看妹子跳舞的啦，我们这么正派的人，我们一定是看太子的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，一比一，啊，来掏钱。走走哇，很多人啊，都没有人，也不是没有人的。
哎、欸，没有跳、哦，直接进去哦。我以为是要跳了。说他科威莱是开心的，他今年收金功课做得还不错。环境啊，差不多大概拜三，差不多太早咧，希望爱收三四十个，每周三呐、啊。那结束后是半夜十二点。哎呀，好，安阳，很快哦，流程走得很快哦。我马上就要按你收兵了，很快哦，很快哦，因为时间上有点来不及了。时间有点延误蛮多的，但是当然该做的看准了，现在做六了。
晓得，目前不晓得，请你到几点。今天是我们2024年的进香。我们这种修边的仪式，我还是要太子自己的吧，才会做。流程每年都不太一样，要靠我们一趟是没办法。现在快穿新衣起来，做新棉的看口诶。像我大家跟我同款，正外行有无？应该拢是看不见在创啥啦吼，因为我就一知半解。对于宗教有点，因为当时咧做这仪式，我嘛是拢爱去问的，因为我家己嘛看无啥有。是的，我负责被捏，是不是？这是我的专场吗？我负责网络开着给大家看，这样是不是？因为他今年的安妮刚放鞭，有没有流程又跟去年不太一样。每年都不一样。这样真的是很难驾驭啊。看很帅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很酷？不管看不看得懂，我就觉得帅就是帅，这样我就跟着走，哈哈，也不能来得住啊。
责虔诚的，好不好？我负责相信他。很快哦，很快哦。很急哦，真的很急哦，11:21。看起来就是走得很快，走很急啊，流程走得很帅。但是你如果要问我，我就不晓得。有没有开到最强？来看边啊，来，我跟我起床。要不要先去旁边？哈哈哈哈，喝咖啡。喝咖啡。要在那么前面啊？怎么可能又扭扭蛋？怎么可能有时间又去扭扭蛋？要穿班是不是？要穿班，要穿班要喊一下。你面甲花者啊，拜拜后壁都唔知。那是台南腔小桥，讲闽南小桥。有点那个台南腔，听好吗？好，后面要喊一下，你喊一下，我没办法喊哎，我喉咙痛哎。欸，我现在是完全看不到你们打字哦。哦，不是，我没跟你回啊，我这里都是显示谁正在观看，谁正在观看，谁正在观看。我没有，没记，用看没记。你坐在那吗？冒枪！好，谢谢。回来。好啊，给点钱好啊。给。一个人来几个？一个人来几个？你敢讲啊？还不快，来不及了。对啊，还是喜欢新营太子宫里面的市场，感觉比较舒服。嗯。
我们要尽量赶在中午到达南屯村啊，感觉应该也不会停留太久。根本听不到，你有没有点赞？根本都听不到声音。好，我们先宝贝看一下几点回港。好，看一下几点回港，跟你们讲。先关播，先关播。这里很吵啊。